来看一下，咱家的凤梨成熟了，给你们打开一个看一下。我们家的凤梨啊，每一个都像这种金黄金黄的，你看都出糖心了，而且水分也多。如果你们喜欢吃啊，我就给你们挂下方小黄车，每一个都像这种水分多，而且吃起来香甜香香的。嗯，太甜了，哎呀，喜欢吃吗？